个年代我们吵过的架。哎，你找死啊！我姐陈宝拉是我们家的最高权力者，这巷子里最强的疯婆子。妈，我要荷包蛋。妈，我也要。我不用，不吃没关系。999名要怎么考大学啊？小时候漂亮，长大没什么用啊。你嘴唇擦什么？那是我的。牛仔外套呢？陈德胜，我要杀了你！请回答1988，8月15日晚间11点，未来戏剧台。